Hey!
在这里伸头探脑，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业。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吃，我糊涂啊！ 错怪了，错怪了！我是来拜见您。阁下与我十分有缘，黑风山一别，竟还能在黄风岭相见。这帮鼠辈不分好歹，竟直将我绑了，大婚说送去什么卧虎寺，腌好了送与太王。这里的妖怪皆是恶鬼，不过阁下放心，想吃你马哥，没那么容易。 这黄风岭猫鼠同眠，乱作一团，黄风大圣却不闻不问。怪哉，怪哉！这样的大王谁敢投拜？我奉劝阁下，赶紧逃命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放心去便是，小小鼠妖能奈我何？我自有法子逃生。
我真是来见你们家大王的。 来见你们家大王的。 好。